佢係透過 Rosanna 去話俾我知，佢好 upset， 好 upset， 即係有啲譬如本身我個 karaoke system 呢度將佢要換，因為呢個太入啦，喺啊 ，nope， 呢個唔得，嗰、那個唔得，話我 high maintenance， amazing， 我我 he forgot who he married and how much I helped him， this is going to be more。I love Coco. 假的。李玟生前语音报开战热 ，Bruce 连半唱机都舍不得买。不要无聊，我看你该去吃药。是已故天后李玟是靠唱歌吃饭的，日前却流出一段她生前28秒录音档，心酸自曝老公 Bruce 小气巴拉，舍不得换她练歌的卡拉 OK 系统，还嫌她难伺候。呢个唔得，嗰个唔得，话我 high maintenance， this is going to work。High maintenance 名词，高维修，意指特别花钱保持好状态。世说新语也可解读成求关注、公主病、难伺候。哎呀，也难怪8月1号 Bruce 现身李玟火葬场时，资深粉丝会拆穿他的西洋镜了。I love Coco. My whole life. 你不善待我们 Coco 啊！你不善待我们 Coco 啊！你没良心啊！嘿、hey、，man， 卡拉 OK 系统不给换是要怎么唱歌了？真的很不善待我们 Coco 啊！那你不但害了我妹，是几个人啊？李玟身后风波未息，日前也有一段号称李玟的录音档在唾骂他二姐李思玲，但可信度不高，二姐律师已发声明杜绝讹传。Bruce 有人就说他其实都拿去帮助他的娘家，说得很委婉，然后大家听懂了、然后说完之后就有一段很奇怪的录音档出来。许生梅在网络节目中和私家侦探 Marco 把来路不明的假录音档归为阴谋论，感觉是 Coco 抱怨二姐李思玲说，你一直觉得说这个房子不好，住不舒服，睡不好，你有出一分钱吗？什么什么之类。你看李玟到后面都是谁在陪她的？不是先生，是家人。对，姐姐、妈妈。对啊，所以这个录音不管是真的或假的，那肯定都是有人高，就是有高人在指点他去放这个讯息。为什么？因为其实最好操作的不是律师，不是法官，是乡民的舆论。啊！恍然大悟。你不善待我们歌迷啊，你不善待我们歌迷啊。三立娱乐新闻人事已非，请冷静报道。